昔太虚大师判教，把佛法修学之道分成了人成、天成、声闻成、缘觉成、菩萨成，其中强调五戒十善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人天成修法，来世得人生或升天，世化俗教，明苦集灭道，四成苦地，戒定慧三学，十二因缘，使身心清净解脱，达到声闻缘觉，是出世教。以圆满智慧发起大悲心、大悲愿，出世而入世，救苦救难，行菩萨道，是正觉教。总之，五乘是趋向成佛的梯行之法，只不过人乘、天乘是佛陀为顿根众生免堕畜生、恶鬼、地狱这下三途而设的方便法。尽管不出轮回并非真正解脱，但人天善法教育却是转凡成圣的起点和学佛基础。因此，佛教不仅仅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出世间法，还包括人乘、天乘的世间法在内。从下根到上根之人，令种善根，令善根成熟，令究竟解脱，使有缘众生无一空过。故五乘道才是真正的整体佛法。心灵法门为何对初入门者重点宣讲人天善法？原因在于，心灵法门的学习者绝大多数是对佛法没有了解，但却愿意信受的在家人。对这个几乎毫无根基的庞大群体，所谓接引有缘众生的手段，只能从先提倡五戒十善的人天成开始。实在因我等众生根气太低，尚无出离心，解脱道的法是暂时接受不了的。因此，在白话佛法中，台长明确指出，人天成并非世尊说法的本怀。但如果只想来世保个人身，过安稳平静的日子，那今生必须明因实果，守五戒。假使羡慕天人的享受，那么除五戒外，还需奉行十善。在讲五戒十善的人天善法时，台长明确要求大众必须坚定一个信念，学佛就是要成佛，才能更好地利益众生。这一点看似可有可无，但却是关键的重点，是学佛和学贪的分界线。倘若怀成佛之心行人天善业，那么善业一定会成就佛道的根基。若无成佛之心，流于人天安乐，则是世俗贪欲之法。因此，学佛还是学贪，取决于个人追求，并不在于教法深浅。其次，在家人和出家人修学的重点不同。世尊所说的在家学佛之道，以正命、布施、劝化为正业，以人天善法为基质，
侧重于如何正确过好现实生活，好好做人的问题，如从事正当的职业，养家活口，照顾父母儿女，服务社会，尽到社会义务，如有余财，应行惠施，如法供养佛僧，周济贫苦，自觉担负起社会教化责任，以善法佛法教戒，感化劝导周围的人，行法布施，度化众生等等。这些在杂阿含经、善生经、优婆塞戒经等大小乘经典中有大量的记载。心灵法门的修学，正是依据佛陀开示的在家学佛之道，从教大众从世间的颠倒迷恋中脱身，懂因果、辨是非、分善恶开始，以八正道为纲领，指导如理如法地过好俗世生活。台长在法会、电台等面对大众的教化中，提倡敦伦尽分、积德行善、奉献社会的思想，先成为世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促进世俗社会和谐健康，并把佛经中如何断烦恼、见本性的教理通俗化后，与生活结合起来，让学习者听得懂、学得会、能实践，才能在守戒行善的基础上逐渐锻炼定力，为真正智慧的生发打下基础。我们最终的学习目标是大乘佛法，如果没有打下坚实的五戒十善人天成基础，连个完整的人格都没有，就如同万丈高楼起于沙滩，后续无望。何况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都是以五戒十善作为基础，因此佛法的起点就是指导大众生活的，是降服生活当中烦恼的，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好高骛远。所以人天成的确不是目的，但却是解脱的基础。不仅如此，人天成还是大小乘佛教的重要基础，只是现实中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已。台长在各种场合说得很明白，学佛人必须在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尽其意的自度基础上，广行四摄六度、菩萨万行，利益一切有情，弘法度人，帮助有缘众生解脱，在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充分阐明了关于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。如果只有自觉而没有主动去觉他，这种自觉充其量只有小乘之果，而没有以自觉为前提的觉他，只是一句空谈。只有在自觉的基础上，在不为自己求安乐、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中，自觉才会达到最大的圆满，也体现了学佛就是要成佛的真正原因，为了更圆满的利益众生。